创作对我来说是一种自由的释放，也是一种心灵的释放。你是在找一个你心的寄托。好像你把整个人都献给土地的感觉。其实舞蹈很像诗嘛，意思不重要，而是给你的触动比较重要。在你内在里面给你非常多的创造力，你的所有的感官都打开的，所以只要你有呼吸就是舞蹈的开始。啊，你看我的活动那个力量就在你里面，在跳舞的人是很幸福的，很丰富的。